跑男杭州录制全员出发路透有。哎呀，我现在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望大人们见谅，提点的话我动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yeah! 啊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可以自己看到自己在播的那个画面？已经对，可以看，可以看。现在已经在播了啊！现在已经直播了吗？天哪！啊妈，我上电视了！啊，大家好，我是长根啊，我是跑男来了的主持人，平时也在奔跑吧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客串。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今天我们录制的主题呢叫做热血高校的主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所有的成员都会穿上高校的制服，活力满满的为自己的社团去争取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荣誉。我不知道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热血的经历？有没有过穿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校服，做你们最喜欢的事情，或者一些你们自己特殊的喜欢的这个服装啊，去做着一些你们自己很觉得很骄傲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面留言来告诉我们，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在看节目的时候呢，等到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把你们有过类似的经历来和我们做一个分享。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设置，我在这里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点点啊。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不仅仅是我们的 MC， 不仅仅是我们的飞行嘉宾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是有很多什么一百啊，我们是有很多社团的成员来加入节目当中，跟他们一起来完成一个挑战。这个挑战，这个可以讲吗？这句话都可以讲。哦，天哪，这个也可以讲。官微已经发了，我们在发起这个活动。哦，哇，这个也可以讲哦。那今天真的是福利太多了。今晚奔跑吧即将开启一场百人捉迷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小时候或者说现在有玩过一些捉迷藏的经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投票？对，网友今天是有个投票。对，网友参与，网友可以参与啊，全部的网友都可以参与，可以投票，好不好？像大哥您怎么拍着拍着歪过去了好，我们所有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来投票，来一起互动哈，说出你们的故事，你们的想法。那我们呢会尽量的关注到每一位朋友的这个感受和你们的故事，但我们是尽量，因为现在人真的是太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录制，然后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开创性的新的一个方式，在节目录制期间，就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朋友们就在我前面大概15米的地方，就是今天早上录制的场地，在5分钟之前。他们刚刚录完这一个和社团成员见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把直播的现场搬到了录制的现场啊。所以呢也要再次感谢各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是因为你们的热情，是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才让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进，让我们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一些啊。想要好，如果各位想要解锁这个沉浸式直播机位，一定要去官微参加投票啊，沉浸式的直播机位去官微参加投票。我倒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其实不止一次，对不对？对，我们还会有。对，那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在后天，在5号的时候啊，今天是我们这一轮录制第一次官微的直播。那么我们是有2次直播，第二次是在5号，6月5号，就在后天，我生日。嗯。然后你可以把我们这个活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官微已经发起了。如果你们看到官微的话，应该已经知道这一个活动了哈。童年记忆重现线上捉迷藏大赛开赛，奔跑吧联合微博发起奔跑吧全员捉迷藏大赛。跟紧奔奔的步伐，携手李晨、郑凯、沙溢、白鹿、周深、范丞丞、宋雨琦，然后张真源、西林娜依高，然后张浩、
沈泉瑞、段小薇和我们一起穿梭于欢乐和神秘之间，共同上演一场盛大的线上版沉浸式捉迷藏游戏。详细规则呢，在这里有一个大图长图，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啊。虽然我们很多朋友在镜头的另外一边看直播，不能来到现场和他们线下同步，但是我们呢，这个是有很多沉浸式的机位，可以尽量的让大家感觉你们是在现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官微的直播，我们也会尽力推出更多的让大家觉得更好玩的一些方式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直播的负责人啊，刘星小姐姐，她呢之前也是做这个十一吨跑男的料啊，所以呢她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啊，所以我们希望她也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啊，来不及啊，夸我先 好来，你可以先说一下，在我们那个百人的同时，在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将进行这一场的惊喜的直播，对，你也可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那个场地。镜头可以转过去吗？可以，你边说哇，太棒了，好，我们边说边走啊。一会儿呢，我们奔跑吧12季啊，杭州站录制现场定妆照拍摄间隙惊喜直播就已经要开始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 MC 来完成问答互动挑战。哇，已经来人了，看到没有？来人了，这个是谁？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位是谁？我跟好，大家看一下啊，刚刚呢是我们这个拍摄的现场环境，现在我们的背后还是站着之前和我们的 MC 一起录制的这些社团的成员，我们可以把机位切向我们的白鹿吧，好不好？嗯。然后我们那边开始直播了，谢谢强哥。可以了，可以带人了，锅底呢？锅底油又开机。我们在这个机位，这里吧。那这个，马上就开始了，你把你的直播开。说我们机器在直播呢，你就继续放好，继续下好下一个白鹿过来。来来这边。直播呢？直播呢？正在直播，音乐准备好，音乐。嗨，鹿鹿，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在拍摄你上班的状态，刚刚拍摄完我们的那个定妆照，然后想问一下鹿鹿，直接来问了啊。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新的一面是节目组还没？老师，我们等会儿一会儿再施工吧。老师，你觉得还有什么新的一面是节目组还没有发掘的？节目组还没有发掘的新的一面，新的一面，新的一面，就是我好像每一面都被节目组发掘了，就是神秘感。节目的话，你希望是哪一个角色可以来？我饰演过的角色来上节目。白梦妍，白梦妍经常来啊，她不是常驻吗？饰演过的角色，那，我有一部戏叫《烈火军校》，然后里面那个女主叫谢香，因为她比较全能，就是力量型的，希望可以带她。这一期就很适合她，竞技类，特别适合你今天的身份。是的。现实生活，那可能是古代的吧。我演过古装剧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来现实生活体会一下。都应该来现实体会一下。好，露露作为手势舞冲浪第一名，现在我们想播放一个手势舞的音乐，邀请你跟着音乐做手势舞。好。感觉你在这一块是统治区了，已经。其实我可以 freestyle， 其实。来。好，那最后想
问一下露露，对于今天这两队的 PK 要放一下狠话来。狠话，文艺社这帮小东西今天就让你们各奔东西。来文艺社的来我退了，你退了，拜拜。来，我们请雨琦给露露拍一张。我来拍立得啊。好，今天啊，我们要会在官微送给观众啊。哦，来，你们俩，那先把这趴先完成了吧。拍照免费，删照片200张的那种吗？那可不是，来，我给你拍。精品啊！先把白露出来，签一下。1、2、3，好的好 ，OK。相信我们，好，拍照水平，来。好，那现在问一下雨琦啦。嘿嘿，雨琦最近在杭州刚刚完成自己的音乐节首秀，嗯，觉得怎么样？感觉行？首先非常感谢有那么多的粉丝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然后去现场看我，也知道那天你们真的很辛苦，因为那天有下大雨然后又有很晒，然后呢我觉得第一次一个人参加这种音乐节，其实内心还是很激动的，然后觉得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满意了，很幸福就很好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次非常的成功啊，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那我们想要听一下雨琦首张迷你专辑里面雨琦自己的歌，除了 Freak 和 Uncle， 你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清唱一下的？好多歌，那唱一首，有一首歌叫 My Way， 就很我的歌。我哦哦哦哦哦哦 ，Cause there's no way，Cause we have new days 。好，雨琦之前小小尝试过一次演戏嘛？名作。代表作，然后继续在演员这条路上发展，会尝试什么样的角色？哦，我那天看了一个评论，特别好笑，他们说以为我的真名叫张薇，宋雨琦是我的艺名啊，真的心要碎掉了。不过，真的假的？我你们真的不要这样搞我。对，对，我觉得张薇女士是时候出张薇二女士了。对，然后我下一次吧。其实我对演戏这个东西真的一直很期待。然后呢，因为没有专业学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尝试各种。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想演的是那种武打片，就是那种杀手冷酷007那种感觉。对，就觉得自己可以适合酷帅一点的。对，不过都很 OK 的，我觉得都 OK 的。那你今天在文艺社啊？哦，不然演一个孤独的歌手，孤独的诗人吧。对，反正我都 OK 的，真的都 OK 的。好，那今天我们因为是那个百人筑名墙大赛，已经在微博发起了挑战了，可以跟你的对手体育社的人发句狠话吗？什么体育？什么我们文艺社小东西？那你们体育社的大东西们真的是，哈，等一下，体育社来了。他很喜欢我呢，是不是？啊、对，我觉得你今天会不会在我们？虽然你身在体育社，会不会心在我们的文艺社？我为你感到臣服，但是我有团队精神。对不起，哎，说了他要叛变呢。我不跟你跳 freak 了，不然不行。那你要就是身在。他说了他要叛变的。哦、我不能叛变。他说了，你看我不能叛变。但是西林哥姐也在，差点叫西林哥，西林姐也在这。我跟你讲，你真的，加油。不会，但是我一定会，最想玩的游戏就是撕名牌，因为我没有撕过名牌。但大家都很震惊，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震惊。最怕的游戏是吗？最怕的游戏就是也是撕名牌，因为我不会，我害怕我一秒被撕掉，然后很傻。那类似于像指压板、泥潭、那飞椅啊，想不想尝试一下？什么？指压板、泥潭和飞椅。也想尝试指压板，我想尝试，因为我不信有那么痛。想问一下小薇的 MBTI 是什么？快乐小狗。快乐小狗，对。所以你是 E 人？是的，我是 E 人，但是有时候也比较 I 吧， E 的时候偏多。好，想问一下小薇，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学的舞蹈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学的还是文艺社的。学的还是文艺社的舞，我不是要叛变。来，是语气。是工作人员发来的。来。在吧，雨琦不在吧？偷感太重了，因为我跳的是文艺社的，他不知道吧？他在网上看直播，这个是在直播，不信会跑。然后。
后因为今天是体育社嘛，你今天也是我们的百人中强大赛，你在微博发起了这个挑战，可以跟问一社的对手来喊一下你的狠话。文艺社，你们知道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就是捉迷藏。从小到大我的捉迷藏是没有输过的，今天你们遇到我算是遇到对手了。怎么样，文艺社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在拽着吗？你有什么想说的？文艺，你说一下你的感想。我觉得惹到我算是捏到棉花了，软柿子了。我最不会的就是捉迷藏，交给你了，我会保护你们的。来，那个先干一高，我们给小薇拍一张，好的，你们俩互拍哦。我互拍，完了，我的啊，这边得拍好。这个拽一点。哎，呀，你不是我的社的。你俩会拍一下，好了好了，飞行嘉宾来来，还要拍一张，再拍给来。好了吗？你在摁哪儿呢？你在摁哪儿啊？姐，你在摁这儿。不是，我从来没拍过。很美，拍得非常好，我就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其实还是蛮激动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想说啊，上一次来的时候我用我的智慧啊完成了很多任务，今天我还可以用智慧，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今天不玩智慧了。今天靠什么？今天靠运气吧，靠命。但我昨天晚上在网上算了一卦，我觉得今天命应该挺好的。好，那欣欣这次来奔跑吧最期待的游戏是什么？最期待的，其实我觉得撕名牌，我一直没有玩过撕名牌，但是我总觉得我总有种预感，我会是第一个被撕的那个，所以我就不敢玩，但是我又很期待，又想玩，就是又痒痒，但是又不敢。啊，好，那你在我们台也录了《天赐仓库》还奔跑吧？你觉得三个节目录制感受怎么样？啊，就是来咱们这儿录节目，就是都是回家，大家都是熟人嘛，然后每次都是那种啊又来了，换个节目啊又来了。对，好，那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中清唱几句自作曲净含量750毫升吗？OK。一天又一天不能接那上给过我，一天又一天看得拆镜子放落火，全都是假的，贪腐演得太好了就没有哭。最后，因为今天是作为文艺社的成员嘛，可以跟体育社的朋友来放个话。体育社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在体育社你就能有什么优势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斗勇要斗智，我们文艺社可能拿到很多优势，拿到优势以后呢，哎，我们就一不小心就赢了，你等着瞧吧。我怎么这样说起来好怂的感觉。好，今天看你表现，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要不一起来？快来快来，你们常驻老师怎么样照顾一下我本季的飞行嘉宾吧。你说什么啊？我很像本季的飞行。我是本季的飞行。我去了很多期。你们俩互玩吧。来，我帮你拿吧。这个是常驻老师。这个是真源的采访稿。好好好，我先问。我先问真源老师。真源在这儿。来，你们俩互问，来互问啊，就一个。我狠一点。先问轩哥，最想和跑奔跑家族的哪一位成员互换身份？为什么呢？最想和张真源老师互换身份，因为很想跟张真源老师学唱一下《出渊》。你别这样，问题串在一块儿了。你别这样，申哥，你好好吓人呀、啊！为什么？你怎么清唱几句？你不能向我学啊！我就是你在紧张，你这样说的我好紧张。叫我唱，来吧，我唱两句。怎么唱的来着？
斩来是荆棘，丛生野火燎原，斩去路阻挡我这最幽暗万千。 OK， 就这两句吧。对，听过吗？我就是，我当然听过啊。听过。你在后台，我怕你在精心准备。对。我教你们先生问哪个问题？不是这个吗？等一下啊，先生。不是，你回答跟他的提供不一样。等一下，不是，你可以让他先，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你来问吧，就是，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没事，我问吧，我问。好。啊，来，最近申哥给《庆余年》演唱过的《借过一下》非常火，可以给观众朋友清唱两句吗？不可以，我这首歌叫《借过一下》。来嘛，你是你，我是我，作为飞行嘉宾来唱歌是另外的。来嘛，申哥。啊，你在拍东西。词儿是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我刚刚也想了很久。对，哎呀，我现在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到最长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望大人们见谅，提点的话，我动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哇！哇！打扰大家工作了。不好意思了，还要问啥？接着问，来吧，我继续问完吧。你能好好的唱一下《朱颜》要不要？没事，我不太好意思。甄媛常常会在微博上晒自己的狗狗呼安，可以分享一下呼安的一些趣事儿吗？他其实也不是趣事儿，他哦，那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我房间不是在二楼吗？我会一般把它放。你的房间在二楼。就是我住的地方，okay，我一般在二楼，但是我的狗一般放在一楼，然后我助理一般会帮我弄午饭的时候，他会把狗放出来，然后每次出门，然后你就听到蹦蹦蹦咚咚咚咚，他就往上爬，对，然后他就爬到我面前来，然后就跳跳跳，他现在弹跳力已经快跳到我脸上了，哦，就是，所以你跳起来撕名牌那招是跟他学的吗？因为我看最近这几期，虽然我不在，但我也在看奔跑吧。刚刚说我撕名牌，撕名牌很厉害，非常厉害。以后我就可多靠您照顾了。你别这样，撕名牌就是一定要。但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交流，我不是跟你交流，我跟你站一队，我不跟你交流。直播，这是直播呀。我们是直播，你在干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是直播吗？这是直播呀。这是直播。交给你了，你早说呀，申哥。这说的仿佛像我在陷害你。这是直播啊，我刚没说什么吧？没说什么，说的很好。所以你那个撕名牌那一招，我要学一学。好，下一个问题到你问我了。来吧，歌手是申哥的主页，我自己叫的歌啊的主页。那么申，我也知道这稿子不会那么礼貌，叫申哥。申哥有没有吉他也想涉足的领域呢？撕名牌的领域，以及跳起来撕名牌的领域。哎，那我正好来让你感受一下。你最好给我点面子。反正我不撕，我让你感受一下跳起来撕我的感觉。跳起来撕你的感觉，这句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友好。不是，我不跳起来我也撕得到你的名牌哦。我是，不是，哎，因为我在电视里看的就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冲，咔一下，咔掉这儿，冲。从此以后，我就是张震源。好，好，最后一个问题，咱盘对了，咱直播还。好的。那震源在节目上第一次尝试拔火罐，你感觉怎么样？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养生小技巧吧。申哥不在，我真的很想让申哥去体验一下。好，谢谢你的回答，拜。等一下，你俩要互拍一下。哦，要互拍。对，自我清爽。让张震源放松啊。对，平常有什么其他的养生的小技巧？养生啊。多喝热水，对自己是真的是多喝热水。我天天，人家无常温我也喝，我一天喝个两升水就感觉一天很养生了，就是感觉肠胃都被洗空了。包括在这么热的天气也会喝热水吗？那就喝。你热水里面会放枸杞？那还是喝常温吧。会放枸杞，会放什么？那除非是熬夜熬得太猛的时候。嗯，年纪轻轻就开始很棒的养生，我向你学习。该按哪个拍照啊？
火车。原来是直播呀，观众朋友们。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以为是录播，我有点放肆了。但你刚才没有什么问题。体育社的怎么能给文艺社的拍照呢？因为只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拍出来吧，深深哥，更帅气的我给你拍一张绝帅照片。这就直着呢，就直着，就一直着呢。想问一下沙哥，这次在杭州站，想在节目里拿下 MVP 吗？有什么想要对节目组说的？哎呀，这也别说大话，我也就是这个也不知道今天这个有正在直着呢。对，不知道今天这几项是不是我的强项。反正晚上啊，我们知道，大家知道，晚上我们最后一项是捉迷藏。捉迷藏。这个其实是需要技巧的，尤其这个藏和找，这个我不敢说我很强，因为这个藏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得有这个智慧。嗯，好，那沙哥，我们刚刚正在拍摄定妆照嘛，你最喜欢定妆的 pose 是什么？经常看你拍，来展示一下。我最喜欢就这个插个兜，跟你一块直哥插个兜啊，直吧，来，一起都过来了，都一起直呗。啊，我来一起问吧。啊，一起问，你一起问吧。我一起问。两个白的夹着你，害怕吗？一起来定妆照的 pose， 最喜欢的来摆三个来啊。什么玩意？定妆照的 pose。一、二、三。可以说是毫无创意。确实是这样，没有什么创意。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这样。来，确实不会怎么。来，好，想问一下，这四位我们帅哥最近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来，我们逐一说，觉得自己最帅的时刻。是直播不？是在直播。就是今天我们体育社获胜的时刻。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就是今天让体育社愿赌服输的时刻。嗯嗯。我以为是淼淼姐夸你的时候。那我应该是洗完澡的时候。那是最干净的时候。您呢？随时，随时随地，就是一直都很帅，是吧？随地大小帅，是吧？随地大小帅，这是能播的。好好好，继续继续继续。好，那请问一下四位，觉得自己还有哪一面新的一面是我们节目组没有挖掘过的，想要在今天表现出来？今天体育社就让文艺社知道知道我们的实力，赶紧挖掘。哎，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是直播吧？是，赶紧去我们的微博投票，好吧？今天你们的投票对我们发了，发了，已经发了。你们赶紧去投票，好吧？给体育社投票啊！我在这现场拉票，你们的投票，体育社，体育社，你们的投票对我们最后的胜负至关重要。你俩应该分对战。体育社，体育社，给我们投票，我们让张真源发自拍，发八九宫格。你说，这，什么问题来的？让他来搅和的，问题是啥来的？搅和忘了。拉票拉没了。拉票给自己拉票，再拉票。啊，拉票了，这得靠实力。晚上捉迷藏，你得能会藏才行。这不是人家支不支持？但人家是他支持我们，我们有优势。但人家这个问题是问的是节目组还有没有。没有挖掘到你们的一面，这跟拉不拉票都没有关系。咱们你今天就能看到节目组绝对挖掘不到我的一面，就挖都挖不着我今天藏的，我要把自己砌在墙里，你都给挖不着。欢迎大家给我们寄一点这个水泥啊，什么这个桶啊什么的。晚上我们今天晚上都找不着这人，晚上把老沙给埋坑里啊，绝对挖不着。还挖掘，挖掘机上都找不着。因为我现在已经说到晨晨的，参演的电影《扫黑》绝不放弃即将上线，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作品。
哎，对，还给他宣传呢。六月八号，这个你自己拿着啊，你上那边宣传去。端午节就要上映了，然后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扫黑今天确实这是一个，就是顾名思义一个扫黑的这个题材嘛。但是它区别于之前的这种，扫黑，它是这个有泪点有笑点，就是感觉可能就是比较生活化一点的吧，可能跟大家之前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去收看，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部电影吧。嗯，那陈哥，我们现在你的那冠军请指教也在我们这播出了，你也可以自己打打宣传。那个对，冠军请指教也在我们浙江卫视马上就要播出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关注我们奥运会的同时看看我们的节目，了解奥运知识，关注我们国内的所有冠军运动员还有体育运动项目，谢谢大家。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作品。有跟别人说两句说什么呀请大家多多关注。对，我们有一个电影叫《传说》，马上就要在暑期档跟大家见面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支持我们这部电影，有成龙大哥，还有张艺兴，还有很多很多你们喜欢的演员。嗯，这里面有凯哥吗？没有。哦，那你我以为是不是突然从凯哥手里抢走？咱们就关注一下跑男就完了啊。好吧，好，来吧。还要互相，互相拍吗？对，我们俩可以两一组，你们黑的上那边拍呗。这么就拍了？哎呀，你这是盲拍，你这是？对啊，就我这种摄影师，这种艺术家，我们这种文艺社，你知道吗？就是。我很期待看陈哥那张。你给我拍一张。好，陈胜给沙哥，沙哥拍一张。你给我拍一张。在哪儿啊？体育社只能这么拍了。体育社是干嘛？你们在旅游吗？请问你们在景点招待团？这接上上一期的那个节目了。体育社我真的这样啊，我俩这就这样，不再重拍了，就这样，好不好？真的就是我们班委就这样，就这样抽奖抽出去。你们看一下，哎，谁能拥有凯凯这张照片？真的绝了，绝版照片，绝版绝版。那陈哥，你看那张吧。陈哥，你不绝版？我俩绝版照片，就这样啊，就这样。什么照片？给陈晨拍一张，嘴脸拍。拍了。好，拍哪张就拍了一个局部，你知道吗？我们请两队互相放狠话啊！放狠话，互相放狠话来啊！对于我们今天那个捉迷藏至关重要。你等不到你最高光的那个最帅的一刻了，是吧？他不是说今晚他胜利？再说一遍。他不是说他今天胜利是他最帅的吗？我说你等不到那一刻了。你有什么想反驳的吗？我其实就说，我就是作为你们今天最大的黑粉。大哥，人家说放。把你们，我今天作为你们最大的黑粉，把你们黑到体无完肤。哦。嘿。胖吃赖，你来。希望你能够保持你的优雅，不要把头上的黑粉撒到地上。你说骂他呢？看他呢吧。啊！不要让他的黑粉撒到你的头上。不知道啊，就 ，yeah， 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了，好尬，尬死我了。哎，炸熄我了，快拿走。烫手。来接我。结束了吗？没有，我还有一句要说一下微博植入的话，把它拉回来说一下。不是，平常都没事吧？摄像的，欢迎直到入卡。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今晚奔跑吧即将开启一场百人捉迷藏，想要解锁沉浸式直播机位，记得去我们官微参加活动投票，大家互动起来，谢谢。大家今天也都很照顾我，谢谢沈哥。那你之前对姚 PD 是什么样的印象呢？之前就是每次到指压板的环节，还有就是游戏任务都有点难，然后这一次推理环节、啊，那这是可以说的吗？对对哦，这个叫没事没事啊。那你觉得就是见完之后印象有什么变化吗？更好了还是觉得更帅了，和蔼可亲，还是哎呀真讨厌？不能带私人感情是吗？姚PD比我想象中的年轻帅气很多哦。谢谢谢谢。你看，还是得感谢我吧。好，大家继续吧，不打扰了。你下班了？我走了啊，我们继续。姚PD 拜拜。你走吧，又年轻又帅气的姚 PD。走。说在节目里都是节目里，在节目里都是你撑我们，节目外了。这是哪里是到整个地方，你就是在夸嘛，就是。哎呀，申哥，申申，申申，申申，叫受不起申哥，你想画哦？等下要自己画包啊？对呢。你的想法是来源于今天参加的感受吗？嗯。你先画，不要停笔。我的画也有啊，你看看。你的画到底为什么我要画那么多画？我是个歌手。来，你平时画的好吗？就还好，但是偶尔会挺喜欢画画的。那你就是会画的很好，那这样的话我会期待值非常高。不要不要不要捧杀我哥！你要那种就是把它画的栩栩如生。没有那么厉害，是姚 PD 画的，多画。好，那我先接受采访了，你先画。好的好的，哥。好，想问一下申申啊，身为中国国家公园宣传大使，哇，可以向大家科普几个生存在中国国家公园中的动物吗？哇塞，我觉得这个东北虎豹啊，对吧？然后像目前因为暂时就只有第一批的中国国家公园是我们的五个国家公园，然后后面陆陆续续还有更多批，我觉得都是我们比较典型，像我们的熊猫啊，这些都是很经典的，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概念，也会让我们去越来越珍惜我们自己国家的，因为我们的宝藏们嘛，不叫宝藏们，应该我们财富们。那这次录制《奔跑的生态剧》，你有没有看到或学习到新的生态知识，或者说新的动植物啊，就是让你看到有的有的有的，我觉得像比如，像没想到光是白鹭这两个字就有三个物种，它们不同物种，大白鹭、中白鹭和白鹭是三个不同的物种啊，它们不只是名字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我们都生活中都错过了很多东西吧，我会这样觉得，或者说我们无意间会忽略到了很多比较跟我们自己生活深深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比较有些小遗憾的，所以很感谢我们奔跑吧有各种不同的主题去提醒我们要更爱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起开始去慢慢越来越发现生活的美好，也发现自己的重要性吧。对，我们小小改变才可以促使越来越大的改变。那我们正好提到了白鹭哈，在昆明站路透白鹭被周深笑到扶墙，这个引发网友讨论，挺好奇你们俩聊到啥呀？我有点忘了，我因为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乐呵呵的，天天就感觉随时都是哈哈哈哈。大家看奔宝宝也都熟悉，因为白鹿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一个女孩子，也希望她永远都可以这么开开心心，没有任何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希望永远开心。然后现在她宁安如梦，哎，今天正在播出，还有她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大家记得看哟。那既然提到因为呀，我都唱了歌。你全是 OST 吗？我这两个哦，我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呢。哦，周深选演唱《宁安如梦》和《以爱为营》OST，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好，那提到开心，那就说这让爱挣扎，唱错词了。让泪挣扎落下，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到底是咋回事？好，那就这样吧。好，那提到开心，那我们想要让粉丝深深的歌迷也能不能开心一下，就期待二专的进展。哇塞，我跟你说，现在二专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进度调到90%突然掉到了10%又重新开始，没有，现在在稳步进行当中，然后
质量第一，我还是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做一张首先自己满意的专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的一张专辑。好，那我们就到时候也是期待先生的专辑，今晚可以先听 OST 宁安如梦和李安为。这是宁安如梦的，刚才的那个野尾音的被打断了，大家去 APP 听一下吧。再来一遍，我不要。你画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好好听？好好听啊，哥哥。恩熙，你甚至都没有听。是啊，哪有再听？哇，你看他画的云栩栩如生。再想一想你画的云，你怎么回事？不要拉一踩，捧一踩一。你今天这画的跟今天有关系吗？这是介绍一下，你继续画，笔不要停。就是云，然后房子，其实就是都是跟生态有关系的吧。然后就画点什么小草、大自然的痕迹和我们人类的一些痕迹，大家都在一个大环境当中是这样的。那这是草啊？是，对，草花，花没有那个颜色的笔，但是大概画两朵吧。到底是什么样的花能够长出这些颜色之外呢？哦，就是粉的呀，红的呀，蓝的呀。我看过这种颜色的菌子。哦，菌子好多，还有看到那个剑手青。对对对，我觉得有各种，而且有好多菌子，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种，而且真的很好吃。菌子炒鸡肉真的很好吃。是的。哦，你也喜欢？还有那种笋炒。你平时吃什么口味的？我是重庆人。哦，就吃的，但其实我不太能吃辣，但是又很爱。你是不能吃辣的重庆人？对，不能吃辣，也不太会打麻将啊什么的。啊，不太合格。合不合格？什么？我也不敢说，毕竟我也不是重庆人。你继续画吧。画完了就要签名。签新的名。我们期待一下 AC 的下一部戏跟深深合作。哦，对哦，真的是，真的期待，期待。这么好悟的，好像我像演员一样。我用歌声和你的戏合作，一定的。你的劲儿挺大呀。好，相互的力的作用是。拜拜，画完啦，谢谢恩熙，谢谢恩熙，很开心认识你，我也很开心，是哥。周主持人，我不是主持人，下一位朋友还没有来吗？让我画画吗？对，我们帮你们定制的环保袋，给观众会绘制一个你创制的。我不是个歌手吗？首先第就这句话，我不是歌手吗？为什么一直要画画？写出来了，然后要开始来句油腻的，但是希望可以画出你的美好生活。怎么这么油腻？来 OK， 上班了。Hello 啊，周深哥。Hello 啊，又见面了。你猜你的。怎么了呢？你在写啥呀？我不知道，要让我画画，不太会画画，就开始吐槽。哇，写的真好。你夸的，你真善良。觉得跟你今天的表演一样好。不要举手了。OK， 我需要干什么？你应该站着聊一聊。现在网友今天来录春好有什么感受？一会儿很激动，一会儿很平稳，一会儿快乐是什么？一会儿开心，一会儿震惊。反正精神状态感觉不太正常，每天的。我证明非常激动。我的声带都要哑掉了。声带都要哑掉。好，可以请这边分享几个日常生活中随手必看的小习惯吗？骑行，这个也算吗？虽然不是随手的，但也算随手的。骑行算随脚吧。可以随脚随身。你先看你骑什么车？我。好，继续。然后之前采访说过，爸妈小时候是一块看跑男的嘛？这次等我们节目正片播出之后，你觉得爸妈那么发弹幕会说什么？我爸妈看电视的，他不会看发弹幕。但如果我让他们看一下平台的话，他们可能会发呀，不愧是我的宝贝儿子，表现得这么好。
你看深深哥都对他笑了，真好。包括你爸妈也会 Q 到周深哥哥吗？谢谢叔叔阿姨，谢谢。我回去给他们先说一下，多 QQ 周深哥。我真的是无语。你有透露过带回了两件带名牌的衣服回去面试名牌？哎呀，你别透露，别透露吧，你别透露吧，你先先先先，你别透露我的真实水平。你先回答，不是，我是说你哥太想撕名牌，他每次手都在我的名牌后面抠啊抠，我说今天也不撕名牌。好，继续，你继续。好遗憾，没有跟周深哥撕到名牌。你继续，你继续。带回家了。快，好采访。好，先把我的名字贴上。你抢了我的名字。耶、你看我贴的多好，谢谢你，我也看不到主要是。然后我带回家呢，主要是想练练手，觉得手有点生吧，就是就跟弹吉他一样，你一两天不弹它就会生，你撕名牌一两天不撕吧也会生，所以说我希望这个频率能保持在每天撕一张的基础上，至少每天撕一张。我开始胡说了你知道吗，我开始胡说了，没关系，反正就是练习嘛，然后我跟我同学玩的可开心了，我同学还嫌地盘小你知道吗，反正多练习练习吧，多练习练习吧，之后说不定啊。现在你的目标是谁，你觉得你我的目标是超过周深哥。你这让我很难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刚刚问我你想撕掉谁的名牌，我就想撕掉周深哥，因为我真的太想撕掉了，我现在还想撕掉的原因是你这么讨厌我吗？我想跟周深哥撕名牌的原因是我最开始来我就这样说的，我现在还没撕过，我真是太遗憾了你知道吗，我人这么 nice， 但是我没有那么 nice。 好的，你继续聊。你好，我有问题啊，然后真人新歌蝴蝶发布之后可以现场给你清唱一下吗？没有，我这也是在装的。没说唱也生啊。但是我说实话不太合理，因为今天我们进行了很激烈的，没事儿，我不怕破音。好，来就一句哈。啊，就一句。周深哥别看着我，你给我压力了。你快转过去。好，我帮你长进，看得更正面了。然后我再不用安静啊，大家继续吵自己的。再刻意给我安静了一下。哦，继续啊。然后走，光没错，在很棒很棒很棒。等一下，气不够了，我唱主歌吧。太多人故作坚强，那也会累吧？望着那故乡的家，却停下步伐。是谁还在长大？是谁辨不清真假？躲在那棵树下，眼泪落地开出花。OK。你为什么躲在后面啊？因为我在后面看你的镜头，他后面有个屏幕。那我想下一次在跑男里面被俊哥你们俩可以合作的。哦，是，对啊，你说的可以啊。那得周深老师同意才行。那我先努力练的 nice 一点。我们得看真心话的。我的话，因为我不太擅长画画，所以就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写英文？我不是歌手吗？为什么一直在画画？但是希望可以画出你的快乐，快乐一点都不能少哦。耶、yeah, ，太好了！因为包括也跟我们主题有关系，我们要保护好生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才可以永远快乐的。快乐，耶、yeah, ，快乐。好，到你去画了。肩膀，真就到我画了。肩膀真到你画了。行吧，真源，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们，拜拜。我不是歌手吗？为什么一直在画画？从这里就开始卷起来了，太可怕了！你怎么就是？我也要写几句话。点外卖的时候用自己的用自己的餐具啊。还有唱，就这边唱的真好，就是对咱们主播一点说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就这边就唱起来了。人家是主要啊，他啊，咱们啊，那就是我们。那我再你再问一遍吧。其实日常生活中随手低碳的小事，就是平时就是减少用电啊，就是随手关灯啊这种、嗯。然后要不然就是比如点外卖的时候，尽量用自己那个自己家的那个餐具啊，不用那个一次性的餐具。说的真好，就这样说真好，说的。那我下一个了。啊，行，好，谢谢。
你早说咱不是主角，咱低调就完事了。你早说呀！我以为是主角呢，不是啊。范丞丞本次请假缺席《奔跑吧》录制，两位好朋友没能合体，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喊话一下丞丞。哎，很遗憾，可自由发挥。但是有了那个真源弟弟的陪伴，我就更开心。丞丞哥听到了吗？太大声了！大勋哥说可以大声了，有了真源弟弟的陪伴更开心。这是对丞丞哥说的吗？没事，我深圳也很好。我有多好？你就是那特别好。赶快来上播，快！快，赶紧的，你快点！赶快来上播，少人。我们这挤的不行，我跟你说，真的是。下一个问题啊。本人录制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游戏环节呢？可以提前问我们一下。这也是环节最印象最深的环节，那个叫验证室，对吧？验证。对，那是一个很大的环节，不，虽然是一个很大的环节，但只有两个人参加了。对，啊、哪两个人呢？说那两个人我们就不说了、啊。我知道那两个人，我知道是谁、啊。那两个人就在现场，姚 PD 也在里面，就在现场，包括深深哈，包括深深，就在现场，真的。周深，来上播了，上播。我都快写好了，我都下播了。我们太你下播了都？我下了都。你播完了？你是画的是魏大勋吗？哦，你咋知道啊？真的吗？我画的是他。加油，那个，我就画画了。对，可我马上，我不会画画。你肯定会，但是你会说瞎话呀？什么？你就画你说的瞎话，就瞎画，你就瞎画吗？瞎画，你怎么会瞎画？申哥再画一幅吧。我不画。我的天赋不在于此啊，弟弟。合作才是吧？合作。我们俩都这分开都不太行，说不定合作有奇效。你画的啥样？我看一下。给你展示一下。我你到了一点你的创意，我真的不太，我也不太会画画。不是，戴戴，你别说，你猜猜这中间那是啥？蝴蝶。哦。我画的真好。你是不是很失望？不，真的不是，因为我猜中。这是你画的。说实话，你们刚聊天的时候，我在那听到了。你可以没听到的。他连唱歌还可以听到。那我也拿点。我。你这个是。这什么？什么意思呢？太阳。哎，你看弟弟他，你看人家就有这艺术造诣。艺术造诣。我也是。画了会笑的。你谁还拍照？太过。哦，我走了。先展示你的画。OK 吧，是的，你的呢？你的呢？我的还有真源的。大家真源上面写首诗啊。凭这个真心凭啥啊？就是还用凭？你非要跟我们比吗？对。然后我现在是排位了，喂。排位了。就是自己有一点自尊的，积极精明。就我就觉得就是咱就是你，那我就不一样，我就是你力压。我不抢你们的，我压死了。没人抢第二吧？对，我觉得这个当时你可以共同一位，可以。啊，这是一吗？哦，我们往后面走。这是一个，我走这儿了。这个还可以。周深哥怎么自？让我去拍照。自己一排啊。再见。一定你这么说完之后，那我就只能换一排。这该放哪儿啊？但是放满了呀。来放我这儿吧。给你让开。拖把一点点好吗？好，谢谢。耶。大勋哥这么宽？对啊。这一个太阳。简单的。像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芒。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芒。今天这不是你的年代了，太阳光下，明天我们那日见。嘿，来，七色光，太阳里光彩，我们带着七色光走向未来。我们居然在一个童年吗？我的是七彩阳光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不是，是我的不是。不是，你是我是雏鹰起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的差不多，你也差不多。第八套广播体操啊，就是时代在召唤，算了。好了，还要干嘛吗？好了 ，OK 了吧？下播了，对 ，Andy， 好，来 Andy， 你 Andy， 我早下播了，两位哥哥，你们是在加班 ？WiFi 呀，
WiFi，WiFi， 别这样，你家 WiFi 中间是断开的吗？太扯了，不许这么说，说弟弟。好，那我们 Andy 来说些什么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奔跑吧生态篇》。嗯，《奔跑吧生态篇》，《奔跑吧生态篇》，《奔跑吧生态篇》，一二三，《奔跑吧生态篇》。